连续一个礼拜吃同样的东西比较痛苦，还是连续一个礼拜想要吃什么东西比较痛苦呢？早安，晚安，晚安，我是 Shook。没错，又回到了一个月一次的一周挑战。那这次挑战的内容也是从观众的留言里面选出来的。令我意外的是，这个留言超级多的，就是连续一个礼拜吃便利商店会发生什么事呢？那这就是本次的计划开始。这个应该每个人都有吃个一万个了吧？上课或上班没有空，或者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基本上大家应该都选饭团，所以就用它来作为一周便利商店的开场。我这一餐就是要变成肌肉棒子。我觉得一周便利商店会有很多人在无意识的状况下挑战完成，所以我这次我会买很多大家平常可能看到但又怕踩雷然后不敢买的东西来吃，然后告诉大家我吃完的感想。我觉得有点太咸了。令人意外的蛮好吃的，奶油没有很甜，可是又很绵密。我没有特别爱吃抹茶，所以我不知道抹茶爱好者追求的是什么。不过就我自己吃起来，我觉得它的茶味有点太苦了。人生已经够苦了。我心目中超商奶茶第一名的就是昂烈奶茶了，可是要冰的时候喝。好像很多人会吃冰的，可是大家不怕这种东西吃冰的会解放体内禁锢的灵魂吗？就可能会在厕所待比较久一点啊。今天的午餐 point 就在于没有很饿，只想吃蛋糕，可是怕吃蛋糕很废，所以就拿一个香蕉假装自己很健康。三秒。好多粉状物质，有点小雷。便利商店的甜点果然没有再跟你天天过年的，有点淡。肉还蛮好吃的，不会柴柴的。今天也是吃预饭团，可是今天的预饭团要42块。我以前高中的时候，因为住外面没有钱，都吃便利商店。现在我发现便利商店价格很贵，变成有钱才可以吃便利商店。里面一整坨全部都是油。还不错。仙女们都吃蛋糕过。请大家不要骂我，不会很甜。大家看看少女是怎么喝牛奶的。你牙齿上还要嚼舌。刚才给我蒸，那你要少女吃完这个已经长大了，变成女人了，不好笑吗？蛮好笑的。可是一开始味道有点重。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就是我时间突然变很多，在吃饭非常快。早上6点就起床了，现在去三峡看影片。
平常机器乳不要吃起来一模一样啊，少煮一点茶味可以出来。实在是太热了，所以最后才只用凉面。然后还有这个，这是本次挑战的 MVP。这一周就好好的吃饭，谢谢大家给我这个题目。